大家好，今天要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买了的这个 self-inflating 冷藏箱。今天我们已经出发前就装了那些冷藏了的那个食物，在这个箱。其实它可以 keep fresh 跟耐冷，大概是2到14个小时。因为可能我们是结冰的，所以它可以保冷，然后如果有 ice bag 的话会更好哦，应该会更耐哦。可是我们只有两个没有买到。我们今天是打算做 steam boat， 所以这里有这个鱼已经结冰了的，所以我们放到现在还是 frozen 的，还没解冻的，从中午一点拿出来到现在装在这个箱里面，所以是蛮耐的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些蔬菜，它还是很新鲜哦。hot dog， 然后 Shandy， 还冷哦，还冷的，哇，不错嘞，还冷的。然后还有豆腐啊，鱼片啊，这些都还冷冷的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海鲜。它冷冻结冰了，结冰，哇，还看到冰块，很新鲜哦。所以这个箱是蛮不错的，如果你们是要装那些结冰的食物，是很耐放。然后现在我是打算拿出来解冻先，然后到晚餐的时候就可以拿来煮。刚才我们几点开始放东西进去啊？我们12:30。12:30。现在已经5:30了啊，差不多有5个小时了啊。这是在 Decathlon 买的，如果没错，好像是25 liter 的。OK， 那里面写这边。没有啊。26，这是26 liter 的。它有写这26。打开的时候，它会自己先进风一点先的，然后之后你就只需要在这里吹那个风进去，吹气进去，把它就会膨胀起来了。然后要收的话也是很方便，它可以把它压扁下去，然后把它绑起来就好了。很方便收拿这些。这个东西呢，我已经买了有一段时间了，我看有2-3年了啊，才是第一次用啊。所以呢，不错啦，这东西。然后我也不大会用水浇米油，够尝试用一下咯。